大家好，我系死佬，死佬今日又嚟打机机啦，我哋继续嚟玩翻 I am scared of girls 嘅。上一集讲到我哋攞咗一啲记忆啦吓，系关于一个男仔有叫做叫唔叫逆服癖向咧吓，又好似唔系好算。佢觉得自己系女仔，佢自己嘅灵魂系女仔定系点？定系佢自己本身觉得系自己女仔啊？总之我唔知啊。而家好多好多呢啲咁嘅人啦，嘅一个故事。咁系一个好悲惨嘅故事啊，所以跟住我哋就继续开始啦。上一集讲到我哋去完另外一边嗰条梯，今集我哋直接就飞到嚟度，费事大家嘥咁多时间嚟睇。虽然之后我都唔会 cut 片噶啦，都系继续。呢度系咩地方？一个森林，周围都系腐死嘅森林啊！总之系三界之河嗰啲嘢，有啲记忆喺度攞先。其实咧，之后后边嗰条梯咧，会唔会系一个下一个地方啊？定系点？有啲记忆嘅嘢啊，我哋睇一睇佢哋嘅记忆。我同佢喎，我同佢即系有另一个男仔，两个男嘅喺埋一齐。我同佢喺图书馆里边相遇，当时嘅我一头撞咗落去俾我年长嘅人身上，佢睇起嚟好凶，但系先同我讲对唔住，然后仲执意咁样买翻一杯饮品嚟同我赔罪添。就系咁，我接受咗佢。我亦都知道佢个名叫做 Peter。我哋走到去外边倾咗几句，一开始我哋倾得好尴尬，但系突然 Peter 喺度讲：你相唔相信呢个世界有鬼？吓？啊？算啦，唔好在意。我相信啊。吓？真系啊？点解啊？我沉默咗一阵间，然后告诉佢关于我嘅嘢。我有啲奇怪，一般情况之下撞到一个人之后，我肯定会即刻走，而唔系同佢倾偈，仲要将我嘅秘密同佢讲添。因为我亲眼见过佢哋啊，仲有啲诡异嘅事情发生喺我嘅身上边。我能够睇见一般人睇唔见嘅幽灵，有时我仲能够碰到一啲特别嘅嘢，而穿越到其他嘅地方。我有时甚至能够梦见自己在学校里面考试，这些经历实在是太恐怖了。从此之后我就没有再去过学校了。但即使是这样，那次这些事都带给我足够多的麻烦了。哦，是啊，这些真的很奇怪啊，的确是很奇怪，但是你讲得比起来，我可能更加奇怪。他的手伸进去衫袋里面，这把是一把瑞士的军刀，我已经戴了他很长的时间了，你要不要摸一摸？吓，不要了。不是，我不是想要插你支持你那些东西，来吧，抓住他。他捉住我的手，将我的手放在军刀上面，然后我哋永远啲记忆都系断断续续噶。Peter 吓，一个男人突然之间，即系呢个系咪一个男？我唔知啊，呢个系一个同伴定系一个咩？定系其实就系电视机所谓嗰个人咧吓？我又剪断咗一条线，我哋又翻嚟呢个咁嘅地方，好顺滑嘅，其实都，系咪嗰边就唔使去啦？即系吓，我谂应该短时间内我唔会去嗰边住，因为嗰边都好难打。咁我哋去呢边睇一睇 ，safe 呢度要点样入去啊？要揿掣啊！原来 love you 系一个地方，都系一个墓地嘅场所里边。去到郊外喎，我哋今次啊，呢只咁嘅呢只，咦，转咗史莱姆样吓，史莱姆样就以为有黑色嘅碎片，黑色嘅碎片系代表啲咩咧？红色系代表我都唔知啊，冇理咁多，继续哇，顶你！他们很懂闪的啫吓，我永远谂住冲埋去的时候，他们就闪开，太好了你班史莱姆，食咗呢啲嘢先，执得几多得几多，继续攻击吓，重点攻击嗰只大嘅，跟住就走。又系嗰啲工作场所喎呢度。嘿，小伙伴，苏苗儿告诉我你符合享受我哋嘅服务条件啊。吓，你喺度讲紧啲咩啊？冇关系嘅，你好快就会明白噶啦。同我哋嘅队长倾一倾啦，佢穿住一个非常之笨重嘅衣服噶，竟然系咁，呢个真系一个好消息。同我哋打翻招呼啦，同我哋队长唔使怕丑。有消息话呢度系最容易同灵魂红啊搭上关系嘅地方。
因为佢哋唔系好似平常一样见到我哋就走。总之先揾到，先揾我哋队长倾一倾啦。OK， 不如喺咁撩你嘅队长，你哋队长都好霸道啫。啊，员工啲员工废啊，揾我哋嘅部长倾下啦。我冇做错嘢，我冇骗咗你只片皮鸭啊。我冇将佢，我当佢鸡咁样剁啫，最多都系。你揾我哋部长倾啦，片皮鸭系当鸡咁样食嘅要。我哋为咗前哨站嘅同伴提供帮助，不过呢啲人对于我哋嚟讲系坏消息嚟嘅，即系讲紧我啦，系咪啊？你好，我系斯曼，对于灵魂收购服务嘅外站代表，同时我亦都系呢度嘅小队长。我哋喺呢度防敌对势力入侵前哨站嘅。如果你揾到我哋未揾到嘅前哨站，我哋好快就会过去噶啦。哦，我想问一下。呢边嗰啲蓝色嘅水晶一样嘅怪物系乜嘢啊？哦，你冇睇过紫蓝啊？啊，冇喎，咩紫蓝啊？呢个电脑因为呢、这个电视因为签咗咩契约，需要将呢啲怪物弄出嚟。简单嚟讲，呢蓝色嘅怪物叫做灵体，系世界上各种嘅人、动物，甚至系物件嘅灵魂。有啲灵体失去咗神智而再唔会醒过嚟嘅可能，而呢啲灵体只系出于贪念而试图去攻击佢哋睇得见嘅任何一样嘢。当然啦，佢哋咁样做只系为咗从电视里边得到报酬嘅啫。大多数嘅灵体都唔能够长时间留在呢个好长嘅地方，就好似我咁样讲啊，佢哋只系一个精神嚟嘅啫。佢哋会渐渐变成其他形式嘅存在，不过因为缺少证据，我哋亦都冇办法清楚之后嘅事。实在是太感谢你们了，我正在这里不知道这些是什么而烦恼着。哦，不用担心的，他们都是蓝色的人，其实他们都是，只不过他们有灵魂，是不是？即是 有精神上面的依附这样。你知不知道你那些红剪断的红线是什么？啊，大概的。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是怎样来的？啊，我没想到这么多、哦、其实我也没有。我曾经是一个爆炸物的调查员，有一段时间我患上了红线的恐惧症。剪红色定蓝色呢？剪红色定蓝色呢？真的很恐惧啊，不要讲笑。我完全不敢去掂这样好像电线一样的东西，所以自然我一直都被困在这里。不过至少你有一些朋友跟你一起聊天。是的，没错。其实我比起我过去的人生，我更加喜欢在这里的生活。OK，一班朋友。这个又有些红色的记忆，哇，是这么红的，最后那下有点恐怖啊，又是一个记忆。又一日雨，有一日落雨了，高中的屋顶坏了，它总是漏水，尤其是在我的位置上面。唉，我真的受够了，老师经常要我坐在女仔的旁边，有着这些亮蓝色头发又穿着标准校服的女仔的旁边。他微了笑地对我说，落雨啊。他的声音不是很讨人厌，但只是有一点尖而已。啊，是啊。唐特的回答之后，我转身做回我自己要做的事。大概是那时啦，什么都没有。不是很健谈。我有个点子。不是很健谈啊，我有个点子。他撕了一张纸，上面写着一些什么，一些数字，一个网址，查查看啊，或者我们能够在上面谈得更多呢，或者你想放学之后一起去看看。我没有去查那个网址，因为我没有电脑。那就是我为什么遇到安吉利亚。安吉利亚不是那个人吗？那个蓝色的灵魂不是安吉利亚咯？即之前在地獄那一集呢，那個女仔不是安吉利亞，那個她說，我說她一千點我們就可以送我們上去其他地方那裡。寫四符線又拿多了一個四符，不是又拿多了記憶。我們現在身上有六粒紅寶石，兩粒黑曜石、啊、哦，即是這樣打其他怪攞回那些黑曜石那些回來，但我們沒有藍寶石、哦、這裡可不可以去到？去不到。我知道了，原來藍色那些地方要按進去才入到去，我們看看這裡入不入到去了、啊，呢度入唔到去，但仲有咩地方啊？我哋上翻去出边嗰个地方度睇多睇先，反正去到嗰个位都冇咩特别，入去吓睇一睇，定系我哋要落一落地狱睇多次咧？
专心秒咗只怪佢先，受死！之内冇啊，唔系佢哋系灵体啊，执翻多少少蓝红宝石啊嗰啲嘢。但系咪六粒系极限啊？系啦，六粒就系极限嚟嘅，六粒之后就攞唔到噶啦。红色宝石冇宝石，穷鬼！执翻啲嘢先，呢啲分数唔知有咩用啊？我而家有几多分？睇唔到添，一万几分啊！我哋吓系咪富翁嚟啊？呢啲系钱嚟咪？哎呀，执唔切粒黑宝石啊！跟住呢一度有一个地方系可以传送，同埋有个地方可以落去嘅。我哋传送咗去呢边先。哇，咩地方？你系边个啊？受恶魔？你系灵魂恶魔定系咩？唔知道啊。有个沉睡嘅人喺嗰个位。咁我哋去埋另外一条楼梯度落去睇一睇。可恶！每一次都传送咗我哋去唔知边度，又要翻去，其实都几麻烦。不过冇计，梦日记啲之前啲 friend 就系咁。哦。你仲要傳翻我出翻轉頭，會唔會有啲可惡？咁點啊？我哋而家要去邊度？唔知道，咁我哋周圍睇一睇先啦。唯有啊，呢啲符文就入唔到去。正常呢啲位應該遲啲會慢慢玩嘅時候應該會入到去啊。咩？呢度都係入唔到去。咦？呢度入到去咯？係喎，呢度入咗去啦。太好啦！啊，我哋終於有新嘅地方。佢话之前红色有十点，即系点？我哋而家有十粒红宝石咩？唔系啊，但系点解佢会俾我入去嘅咧？有冇下一个地方话俾我知喺边度啊？等我准备定。冇理咁多，我哋去新地方冒险一下啦，又可以去继续。太好啦，系咪咁？继续品我哋嘅灵魂记忆，车师傅入去。喂，系一个好灰暗嘅公园啊！呢度好多怪叔叔嘅存在，我觉得会。是什麼地方啊？但是好像沒什麼特別，哪裡都去不到這樣的，又上不到這些梯，這裡是不是地方來的？閉家伙被困。咦，走哪邊？走另外一條路行不行？行不到啊，這路完全壞，有些很大隻，這些是雨傘的鬼來的，遮鬼受死，遮鬼遮鬼受死啊！吃回些東西先，頂一頂，呢只系大佬碌啩，哇！一下打唔死，强化人不得了吓，唔怪得大份少少。又去到下一个地方，啊又有两边，左边左右两条路，有记忆，执咗记忆先咯，反正都系。有啲咩记忆啊？今次我继续剪断我嘅轮回，因为圣诞假期而离校嘅嗰一日，外边银色嘅索女，即系咩？大雪融化，简洁了一切，柔化。安吉利亚打电话来，然后我们一起出去在雪里面做了一些蠢的事。感到无聊后，我们四周掉雪，尝试做雪屋失败了之后，他问了一些东西，这个不是女主角。你想要我一些旧的衣服，他们已经不适合我的身了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将他们送出去的了。好啊好啊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当然不会啦，我觉得这样挺型啊。你比学校那些人更加像女仔，最起码你比他们像，这样更加像，严肃一点，不是挺好吗？尽管处于冰天雪地里面，我还是感觉到很温暖的。看来这个女仔对我们的记忆都有那么上下。又去了一个地方，我又要走回去，好远啊条路，冇计啊！有冇啲单车嗰啲啊？唔理咁多，继续去嗰边应该去匀晒，会唔会有其他？我唔知佢呢度点样设定所谓嗰啲记忆嗰啲地方喺边。不过我哋都入多次去，跟住离开，入翻呢间，呢间系学校嚟噶，系咪？其实即系行呢边咧，咦？呢边去另外一度，哇！系咩嚟噶呢啲？长形的怪物，呢只大佬有两滴血噶，所以小心。秒咗啦，把袋俾我，食一食啲心，我攞啲积分。OK， 继续走，下个地方。哇，系你一人单挑，一见到你仲死，喂，又有两条路。我哋行咗呢条先啦，行咗入边，自己一个啊，啊小妹妹自己一个好危险啊，你知唔知啊？哇，系我都好危险，俾佢车多一下我死。去边噶呢个位又？又是一个地方有记忆，这个是一个公园，是不是有点像一个公园的地方，有条梯可以上去，
咁我哋执埋啲嘢先，虽然唔知有咩用，我都系嗰句，但以防万一。跟住 safe， 冇咗咯，爆咗咯，我哋 safe 又上翻喺上边。我想知如果直接落去会去到边啫？睇下先，我惊又传翻出去。诶，第二个地方嚟，好得啦吓，我哋记攞咗记忆先。因为不知道去边咧，所以有时真系要 save 一 save， 跟住睇一睇下一个记忆，下一个记忆系乜嘢？我披住喺毡里边，回忆住十一月嘅嗰个夜晚，当电视出现咗故障嘅时候，上面嘅图片变成咗尖锐嘅颜色时，电视正喺度播放住糟糕嘅节目，然后佢跌咗喺地下嗰度，荧幕一片空白。有一阵子我喺度想出去行下，总之我应该咁样做嘅。我走出咗嗰道门、嗰度走廊、嗰埲墙，攞住脚咁样光秃秃喺个喺呢度光秃秃嘅草地上边走住。我听到一下深坑里边有歌声传出嚟，我停咗落嚟听咗一阵。我离开咗湿冷嘅草，冲翻去。用毡将毡纸掉埋一边，直直咁样坐住。夜啲嘅时候，我感觉到我嘅头伤咗，即系点？即系我被啲嘢袭击咗，我又翻翻嚟呢个地方，我要行翻去嗰度，冇唔紧要啦吓，继续睇。我哋沿住一条路行先啦，都系嗰句，唔系嘅话，我好易捞到周围一两条路完全唔记得晒啊！我哋继续行过去嗰边。不斷揭中 有女同學，其實我舊時都幾受歡迎啊，即係至少有啲人覺得我係好特別嘅樣子，而唔係單單就咁死嚟怪物啊死唔係，哇！如果得一點攻嗰啲點打真係啊，打到聽晚，我而家四點攻都打咁耐，受死怪物啊！睇嚟最強裝備係啱啊，我哋裝備咗，繼續入去嗰個地方。你哋攞住雨傘嘅人唔好阻住我好冇啊，蝦我一個冇大遮嘅女仔。佢因为女仔定男仔，我已经当咗佢系女仔，虽然佢系男仔。继续过去，去到呢度位，补一补血先，唔系嘅话行前进唔到。回复我啲血，回复我啲血，回复我啲血，跟住我哋继续佢嘅记忆吓。点解佢无啦啦？即系佢系有呢个叫咩阴阳眼嗰啲，定只系其他视力啦吓？佢只眼系可以望到一啲特别嘅嘢。好阻住，咦？又系呢个地方嘅，好熟喎呢个地方，我好似嚟过咁嘅位，应该系嚟过嘅，真系行呢边睇下先。咦？又翻翻转头嘅，点解会咁？又嚟发坑无限屈嘅喎呢度咁样，即系我哋行另外一边啦要。咦？唔同嘅喎，系咪啊？怪物锁住唔好，落雨大晒啊！你明咩？我系陈国汉式嘅锤头攻击，小心喺呢个灰色嘅啡色嘅公园，唔系灰色，死啦怪物啊！走，我冇特登，佢话唔可以上下攻击，但系呢个状态都可以咩嚟噶？呢啲敌人嚟噶，唔识喐嗰啲一支支嗰啲咩嚟噶？请问好大喎呢个地方，有记忆。哎呀，入咗去添，我哋应该睇下有冇其他嘢，不算啦。又系，咦？今次唔同咗，今次哇咩地方喺度？下边有啲怨灵定咩乜鬼嘢嚟嘅你？一个草原，呢度系一台荧幕列咗嘅旧嘅笔记型电脑，上面有一句话：冇人系你嘅敌人，所有人都系你嘅恩人，冇人伤害你。你除了自己之外没有敌人，难道我只是一个幻想出来、啊、我父母其实不是不喜欢我，下面那些怪物是什么来的，我要去哪里、啊、有一个人被人困在那里，我要救他，他是谁？ OK， 又剪断了一个记忆，但刚刚那些怪物是谁来的？他因为他的地图全部一模一样，搞到我有时 都不是很明白那些东西，不过不要紧了，地獄就是那麼迷幻的啦，不是嗎？你啱嘅啱，有冇其他地方可以去到？冇，繼續嚟呢個地方嗰度睇一睇，繼續行埋呢邊。
手死怪物啊！加点做得好，嚟个快啊！每一次都系打到呢啲，所以都打熟晒手，冇旧时咁卡。唔好阻住，唔好阻住啊！左头左势，睇先，下呢边。应该第二条路，或者系之前。喂，点解？其实我打人都好似会扣血咁样。先 save 先，稳阵起见。争啲唔记得咗，呢度执一执啲道具。细细嘅心，仲有冇啲其他咩特别嘢？大嘅心，啊，宝满啊嘛，宝满就限啦，战斗吧，战士们，系咪咁？呢个系一个咩地方？其实好，你话佢好唔知道，我觉得好似公园嗰啲咁样嗰啲状态。呢一个好似食鬼嗰啲怪啊，嗰啲样，哇，好大好多心啊，食咗先。会收埋啲其他嘢，最衰呢啲塔又系咩塔啊？其实作者嘅个幻想世界系几特别，周围都停晒噶啲猎啊，唔识喐。我哋咁样上翻去咧，弊家伙啊，做错嘢，一上翻去就上得咁彻底，可恶啊！唔可以换其他衫，唔系真系 game 唔够打，换翻呢套衫咧，好难打得赢。补补血先，唔好阻住死怪物，受死吓！我发觉咧，唯一呢一个装备咧系可以扩充晒，我一日俾佢打唔止一滴血咯。佢显示一，但系应该唔止一滴血，死啊！我就嚟死啦！我死咗，系咪啊？喂，点样先可以计我落到地狱咧？我想知真系，我想落翻地狱睇一睇。诶，呢度系边度啊？我点解喺度 save 咗嘅？我系冇 save 到啊！我又咁，我搵唔翻之前嗰只咁嘅怪物。算啦，冇理咁多啊，行翻过去先。但系喺度等人 save 啦，死啊怪物！同你同归于尽啊！我点都要呢度系咯，呢度系可以俾你屈心嘅地方嚟噶嘛？呢个位千祈唔可以行翻左右两边。打死只怪物，跟住落翻去，系咪可以无限屈心咧？我想试一样，试下。如果系咁都几好，又翻翻去，系啦，果然系可以俾你无限屈到满，屈到满血，你先至落翻去，跟住行另外一边咯。果然喺呢度应该系我之前去过嘅地方嚟，即系净系得左右两边嘅啫。简单啲嚟讲，咁我唔使再嚟呢边啦，即系，系咪啊？哦。弊啦！我咪要死，咁难得先嚟到呢个地方，我唔可以就咁死。系咯，呢度有记得有记忆嘅呢度，执咗啲心先。有冇其他嘢喺度？定系要打死呢个怪物先有心？咦，有得落去喎呢个位，先 save 先。我想知落去会点，即大佬响边啊？呢度系无限回廊嗰啲 friend， 诶，搵到啦，只大佬喺度，杀咗佢先，哇，就死啦我，跟住就会见到嗰个，咦，冇咗嘅，嗰个记忆咧，定系我已经攞咗啊计，可能计我攞咗，如果系咁，会唔会咧？冇咩特别，诶，咁我哋落去睇一睇，唯有吓，应该计我攞咗。会哇！守护兵喎，呢啲死啦！我会死啊！我 feel 到俾人围捕紧我。咦？有个哇！唔好啊！我唔可以死啊！蓝宝石啊 ，save 先，好惊！终于攞到第一粒蓝宝石啦！佢话要三粒蓝宝石。牛奶公司啊？呢个咩家伙？好多条路啊！哇！咩地方？又系记忆啊！有啲栽满鱼嘅地方。佢好好，我大概系进入咗私立之后嘅第十二年级嘅时候见到佢，哇！十二年级即系咩啊？即系中六。奇怪嘅系，啱啱开始嘅时候，我冇同佢讲过嘢，然后我突然抛咗一个问题俾佢：你叫乜嘢啊？艾立，你咧？难冇？点解要问呢啲咁嘅问题嘅？只是问问啫，
我嘅意思系唔知道名嘅话，好难同人交流嘅。的确系嘅，啊，我知道你留言系真嘅系咪啊？咩留言啊？你知道你噶？我点样啊？唔系直嘅咯。我块面一下子就黑起上嚟啦。如果我唔系嘅话，你仲唔仲同我讲嘢啊？会嘅，我只系好奇啫。我唔知道佢点解会咁好啦，但根据我所知，佢对我对呢啲事系确信嘅。OK， 又开多个，又开多咗隐藏嘅男主角出嚟啊！佢嘅人生都有啲关系啊，同周围啲人咯，我变翻做女装，女装真系唔系几好，但系。咁好啦，今一集就暂时嚟到呢一度先啦。如果中意呢篇，麻烦你俾个 like 或者俾啲 comment 我咯。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先再继续啦。咁多位，拜拜。